谢谢谢浩尊，我们很欢迎你明年啊，可以把假期排下来哈、哦，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来到台中聚一聚啊，姑姑家在这边啊啊，可以一起回来跟这些啊堂弟堂妹、表弟表妹啊，大概聊聊天呢、啊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那、啊、祝福你新年快乐哈、哦、啊，希望新的一年。你有更好的发展，祝福你，好，拜拜。